在夹道加油声中大进场，空折回家乡新竹，体育馆涌入超过8000名支持者，场内挤满人不够坐，场外还开辟第二现场。如果台湾出现新政府，我们有3件事情要做：新对话、新安全、新民主。民进党跟中国是完全不对话。 国民党是跟中国对话的非常暧昧，台湾民众党没有台独党纲的包袱，也没有九二共识的包袱，所以他可以真正做到台湾自主两岸和平。单挑蓝绿对手酸到底，重提双城论坛和世大运经验，强调唯有自己才能与中国交流对话。我要跟大家保证，我是唯一能够跟中国大陆在 对等尊严的基础之下，跟中国大陆有效交流。赖清德是做不到的，侯友宜是没有经验的。我会尽力守住台湾的未来，希望大家明年总统选举拜托支持赚钱的柯银佩，一定要支持一号吴益班会拼一次。吴欣颖口号还记不熟，但故乡支持者依旧很买单。 不免还是要介绍一下我的妹妹，柯美人共胜，柯美人共胜，柯美人共胜。她跟我一样都是医生，她也是科批，所以拜托大家给我妹妹一票。好，我也希望多了这一票，我们在立法院更有力量。 新竹作为柯文哲从政的起点，期待借由爆棚的人气，成为进入总统府的转捩点。义无反顾，拼一次。记者黄轩、邱国庭采访报道。